在吃人的时候喜欢放。打完打 F 吧，兄弟们。我操！爸爸他们好像很生气，不回家了吧，可以回一下，但是这不回家好像买不了什么特别好的装备。哦也不对，其实可以买个长剑加攻速，那也还行。这波就别打了，进去吃了再。最后面的狮子狗啊，想打上路，他四级我六级，他怎么打？我这波跟着他，他回头我就再 A 他一下，他就是他开，不是开 E 的嘛，他只要回头我还能再 A 他一下。神团，也是巨魔刽子手。
永恩为什么要送？他没有 TP， 他带的是点燃啊，他没有 TP 啊。哎，反正这辆对局不行，很弱。他没有 TP， 他一开始我踢上来，他虽然说那第一波3v3他们赢了，但是他没有 TP， 他现在往外推，他要继续推线了，被我 TP 上来打死了。带点燃上单，这个兵线处理极其关键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时候开始冰河世纪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这把得出布甲鞋。
不想追他。我不丑，但他们快要变丑了。防御塔筑层即将脱落。Unstoppable。听说是今天出无限火力吧，具体我也不清楚呢。哎，这句话说得好，你的生活里只有喷和舔吗？二极管草履虫。反跑一手给他头跑晕，我猜他在这一块。忘记瞅他一下了。那这个，再买这个。二极管，嗯，二极管是吧？要当二极管是吧？
我还真不怕他们三个。谢谢天行剑送的半卡，感谢感谢。哎，听说之后喷子要入刑了，听消息说，以后再喷人的话，可能要入刑了。怕不怕？嗯，就问你怕不怕？他那个男的很，19年还是20年自杀轻生的那个人，不是一个什么暖心姐姐和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说真话那个人，因为当喷子被入刑了，兄弟们，判刑了。